今天要爬哪座山？哎，关渡。看我们今天的装扮，越野装。今天呢，我要挑战的就是台北大众走的路线。台北市政府办了一个二日赛，台北大众走二日赛要在两天完成，两人一组的比赛这样子，要过夜。这个阿里山的三日赛应该是没有赛，是在办过夜。那这次台北市政府非常特别，要办一个二日赛。台北大众走是一个1到7段的路线，那一般人都会分段走。这次今天我就要挑战从1走到7段。之前规划了一个路线，但是没有空来走。全部的装备是3.2公斤，包含我全部的补给，理论上正餐要吃的食物，然后水就会在路上做补给。就会全部以果胶、能量棒、坚果棒、一些饼干，跟这个很特别的，就是美国原装进口100%天然蒙特罗西的酸樱桃浓缩包。莓果类啊，樱桃就是有蛮多的多酚，多酚在运动当中都是用来抵抗自由基，加速代谢，帮助疲劳的修复。全天然的果汁，这一次要来试试看，因为我之前也没有在运动中试过。30ml 对大概200多ml 的水，我的果汁来源8包 Fast 能量果胶，这个是新口味海盐。莓果是6支能量棒，还有4支好吃多的坚果棒跟6包饼干，大概是每个小时内吃一支。那其实这边有24、6，至少超过20包，所以我想十几个小时应该是没什么太大的问题。为什么是方块酥呢？没有，因为我家就只剩下方块酥这个饼干，还有这个 Kid O 补给的胶囊，老朋友。因为这次真的强度很高啊，然后怕很热，所以我带了蛮多的电解力 RC 胶囊，然后这个就是备用，牛磺酸、咖啡因的胶囊，当然还有带一些备用的药品。这些其实就已经是超过3000大卡，那就是大这个大的30公克的酸樱桃也是100大卡，所以然后这个一条是200大卡，热量比较多，所以接近3000。那还会再准备一些饭团，然后去中间做使用。看一下这一次的装备，这一件 Oat Run Aspect EVO 15升。其实之前野跑用 Compressible 的背心都是5公升，新出的15升的越野包看起来非常非常不错，有一个拉链，然后原本的放置的口袋两边，这边放2管。水壶、哨子的右肩还有个小拉链，另外一边就是做开放式，也是可以放应该是小东西吧。背后就是后面有一个很大的网袋，这个多做了一个拉链在这个位，伸进去又是一个可以放的空间，加上原本的水袋的位置哦，这个跟其他2层都是隔开。这边有个软垫啊，真的是蛮舒服的一个触感，应该是防摩擦啦。那以我的位置也不是奶头，其实肋骨下缘。Hydro Pack 500ml 跟600ml， 盖子可以直接打开。一个 B-free 备用，一个软水的备用。新的 NB 10000，我就带2颗，因为要拍摄，没电，时间非常长。我的钱，一些零钱，口 NU33， 700流明，号称可以很多个小时，所以应该就带这一颗就够了。只是它比较重啊。再来就实时的防水外套，然后这一件是我非常爱用的轻量训练 T， 它真的是超级舒服，就是适合这种交。高山野跑用的，然后飘裤、T8 的内裤跟 Akiwi 的近黄太阳眼镜，帽子这次我是会用 Zilli 的这个5分帽，然后越野袜跟2支 BD 的探险杖，全部的装备。台北大众走这个二日赛是92公里加40几公里的合并，所以总长是130公里，大部分照这个路线走，做一点点调整。关渡捷运站出发，就不用骑自行车的路段。台北大众一直有那个收集宝石的任务啦，所以我今天也是要顺便收集一下。先关渡到20坪，每一颗宝石，对，每一个路线会有7段，收集完就可以拿到这一段的一个植物，对，这个应该是花。今天的目标呢，就是结束之后还有车可以回家。然后第二个目标呢，就是不要睡着。走超过20个小时呢，应该就会想要睡觉。我知道我想睡觉啊、哦，还没走就累了。对，因为已经很久没有走这种超长距离，可能会破百。三进就有60-70公里要走，事不宜迟，马上出发 ，Go Go！我就好久没跑步了，台北艺术大学，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往这里跑，可以再硬一些，可以再把它跑平路啊。中一山台北大众第一段，终于要爬山，跑步不是我擅长的事情，人各有志，
我还是乖乖爬山，等一下就拿出登山杖使用。台风过后，但是非常非常的热。我现在身上是带了500ml 的水，好 ，Go Go。好，这应该是台风掉下来的落石。今天不要上山，真的很危险。大山、小山、郊山、高山、百岳都一样。台风天我们就是枕头山。现在7点半，到第一个北字这边，要左上，接上来了，开始爬山。上一段，看到青天宫了，寻获，再接再厉，一颗，他找到那个。老师就会刚刚刚，因为走在路径上，基本上就会找到。但为什么不知道怎么上？这样 miss 掉三颗 ，IT 可以帮我修复一下吗？阿屯的路径 always 很滑，刚下过雨，尽量就不要跑了。滑，蛮陡的。为什么会在这？我刚才一直在问我这个问题。现在应该是刚起床要刷牙的时间了，怎么会在大屯西峰呢？二十平，再往前走，没有水了。拿冰出来滤也是没问题。高山的水通常会重金属，你会滤不掉。那如果不要喝太多，那还好。反正重点是要滤，不要直接喝。3000的水我都不建议直接喝了。B3 的滤水器，这是有带一颗，被不时之需，水蛮大的，台风的关系啊。哇，这个。我好像看到终点了，路收窄了，我的希望也越来越窄了。干好累哦，还第二段哎，啊，晒爆！然后呢，现在我已经吓到尿裤子了，已经全部尿裤子了，真的是夏天的山真的是好冷，很可怕、啊。拜托不要刮花我，干！差点跌死！刮花我的18岁的皮肤，好、哦，啊，哦，看到了，向天跟面天在对面，然后从那个下面靠上来了，哇，真是踩的，蛮吵，大屯溪。走字，哇，一望无际，好像还好，可是我太累了，看不太到东西啊。等下去大屯主峰、七星山、远方，然后一直往那边走，走到木栅啊。对，不要讲木栅，听到就觉得超远的。新水屋，阿九派，我刚刚就这样一个多一两个小时这样咬，全新哦，是我咬过最好咬的奶头，对，最好咬的头。非常好吸，这边实在太热了，此地不宜久留，我们赶快下去。哎、欸，是大屯组啊！可以的话，戴手套会比较好。太多滑，18岁的手，要保护一下。大屯南峰又要抖上，刚刚是以缓的路过来，可以跑一下，然后这边就要再爬上去，走。加点二，
所以今天吃三颗鱼饭团。啊，怕这个尾鱼坏掉，会坏的先吃这样。现在已经没有在走饥饿路线了，我已经被饿怕了。饭团是我登山蛮爱用的东西，体积小，密度高，不会太重，又有热量，又饱足感。那当然，行动两根针补是另外一袋了。这样，两颗 RC， 两颗电解力。岔路上来，先去往主峰安步老站公路。哦，这就是大屯组，有个岔路要上去，可是我从来没有上去过，因为很久以前去过一次，但找不到路啊。那边就是向天面天，大屯从那边走过来了，下到巴拉卡。安步大屯山的登山，我们要跑了，那就是快走，大步走就好了，做点调整。然后等下下去巴拉卡就是要走哦公路，因为从这个方向过去应该是缓下，所以可以小跑停车场，然后就要跑这个巴拉卡公路，大概两公里，超级热，超级热。我从青天公司装500毫升，现在已经喝完了，那准备要。没水，哇 ，Go Go！ 背章就是这样的，大同跟背章，就是也是穿 Ultra Mountain Compressible 的 UTMB 的袜子，我觉得非常好穿，因为它有些袜子比较滑，我穿不习惯，比较止滑，然后也非常的透气。现在就把登山杖收在这个后面，不过我肩膀实在太紧了，所以难收，大概卡住就好了。如果听到掉的声音，我再把它卷起来。稳到不行，因为它的上一颗五升我也用过，比较晃，水壶一样就飘来飘去，转来转去的，这就很像你多穿了一件衣服，不像一个背心。15公升非常非常适合这种超长重走、单弓百越的一个身速。拉链另外夹层，然后两边大口袋，有一个很像护垫的东西，会非常非常舒服，不会卡你的肋骨。后面上面一个拉链口袋，然后下面包开放式。在里面还有一个水袋空间，我不用放水袋的话，那个格还可以再放上格，打包我所比较不常用的食物跟电器，然后下层放外套、毛巾、卫生纸、钱这些比较常用，还有那三颗饭，不用大塑料袋把它包起来，还有我的 防水外套，就是方便拿取。重心我觉得是非常非常舒服啊，非常服贴在你的背，三四个小时训练也非常适合，你就不要放东西，它其实就服贴在你的。那个背上，入山你要过白月丹宫，一定是比较适合，因为你有更多的备用品要带，可能云头啊这样。如果你要过夜，那我觉得应该会有点小困难，要非常非常极致的轻量化，然后可能不要去这么困难的地方。不是公路，所以就小跑一段这样子。哎，受不了，有饮水机啊，钻樱桃汁，我本来要留到。可能中后段在喝的，作为一个饮料的奖赏，但我现在已经受不了，我现在就要奖赏我自己。这个是美国进口，来自于蒙特罗西，那多酚跟很多多酚，多酚其实就用来抗氧化嘛，可以帮你加速循环代谢，然后消除自由基，肌肉的发炎啊，还有疲劳都可以比较好一点。靠一些多酚类型的补剂去用的话，其实会让你的长时间运动中，尤其是登山、超马、超野行程可以比较轻松。它就是30毫升，100大卡，所以我觉得重量跟热量比也还 OK， 1:7的水，站好。超酸，因为我很喜欢吃酸了、啊，酸味可以增加食欲，然后降温的感觉，不是很冰水的情况下，我就觉得还算蛮不错的。对，酸酸甜甜的，真的樱桃不是那种添加的，因为它是没有防腐剂，也没有任何添加，它就是原汁。因为我之前看到蛮多的运动员，专业运动员都有在介绍这个东西，所以我想说刚好用在这个行程来试看看，是不是之后也可以用在高山里面这样子。30公克就变出一壶饮料，那我觉得也是一个蛮不错的方式。那我会蛮建议这种东西是放在后半段，但我现在已经接近后半段了，所以现在就要先补一包，没关系，晚上还有三包。走碎，我只要喘不过气，硫磺味太不好闻了，路上就会有这样子。这就是小油坑这边的特色，小油坑上来是最短的路线。还没最高，第三段最高峰，等下就要往那个七星东，然后就下去冷水坑，出发。
扣扣，我觉得太开心了，居然是从最短的小坑上来，也开始有点人了。有，行行东，好，就是冬至，那先吃只能量棒，高处吃多跟固体消化都在顶点吃，不要在低处吃。低处吃吃完要爬就会血在胃里面，所以腿就没力。低处建议吃流质的食物，果胶啊什么的。高处可以吃一些固体的，鸡足、八分馆。好，现在下来那个冷水坑淹水，更不是什么台北大众，应该是台北大瀑晒。补充两颗牛磺酸，让我专注一点。两颗电解力，预防抽筋。掉在地上，闪两声。这里刚被晒到，所以我还特别带护唇膏，这个蛮好用的，没什么味道，然后橄榄油、曼秀雷等等。爬山也都会带这个，贩卖部可以吃饭、喝咖啡、吊桥，然后一直下到那个擎天岗，到丰贵阳明山东西大众走。只是我今天是从西走到东，所以基本上应该会是比较大部分应该往下啦，因为最陡的就是七星山已经下来了 ，Go Go。擎天岗超多游客，大草原牛跟鹿一样可怕。比较喜欢鹿，跟鹿有讲毕业野餐吧。我觉得他们快要被晒死了。对啊，六点四，到峰会哇，还能拍婚纱，牛装啊，防牛的，防牛的。很美啊，这应该是最美的一个段。因为如果要走东西大众走，足高山 1.6 来回哦，啊、快要抽筋了，干啊！现在慢慢走，先下风柜嘴。好、啊，我觉得这边太热了，我整个脑袋快要烧起来了，太热太热，缺细胞了，看可不可以缓解不舒服啊？酸甜咸啊，行了、哦。哎、欸，下来，往那个。顶山，我已经软腿了，才第三段了，加六。风柜嘴，一点快半，太热了，发鼻去了、嗯，我想回家，脚不太好，原本应该下坡要很快的，可是缺水，然后又快抽筋，快抽筋，一度接到青天宫，青天宫到风柜嘴，东西大众六个半啊，好累啊，那个绿茶帕丁顶150毫克，好，第四段要跑公路，啊，好幸运的山友。水都补满了，对，它的晃动真的是比原本五升的还要不晃，但是它设计结构也比较准，我觉得整个是更饱满，更有支撑力。这讲讲好像怪怪的。好，反正我们现在下滑公路，没有滑，下跑公路。一阵子我也是想要下滑，哇！第四段接中华科大，离中华科大就还很远。好想玩水，又找到了，噔噔，听到声音就是找到宝石了。爬个小山这么累啊，我觉得很像在爬什么南湖啊、明高啊，
没有，我觉得南湖连高都没有这么累。下马路，大家再继续走山径，再往大轮头，不要上，不要上，不要上，记得左切，左切一直下去。然后现在开始在飘雨了，拜托不要下雨，好吧？只有铁人是防水，越野的人是没有防水的。不要再下了，我看过今天应该是不会下雨啊，所以才挑今天来这样子。好累，很像在走能高。我之前影片能高的第三天的后段，脚真的已经不是我的脚了。下来，这个我不知道是哪里啊，反正就是从后面滚出来了，走到碧山露营场，完成台北大众二日赛的第一天。对，已经超过八小时了，我已经走八小时了。我现在不知道在哪里，现在就有很多池塘，有白鹭鸶，有菜，有啊，还有三合院，但我不知道在哪里。哇，靠，这上坡已经崩溃了，走错了，我不要去那边睡觉。碧山露营场是比赛的，因为碧山露营场等一下还得走回来啊，踢笑了。我现在走回去，然后继续往走到大湖公园。已经上坡哎，妈的，哇！第四段，这个位置全部到，哇，白石吊桥，下雨了，真的是 BBQ 了。但我是觉得可能会挤。然后也有可能只有这边下了，关渡走到这边大概30多公里，8小时20分完赛。太累了，太累了，居然走得比阿里山还要久，好累啊。还要走吗？接下去大湖公园找个 7, 我现在完全都不会饿。然后咖啡因胶囊跟冰能量棒跟我早上吃的这些没有吃太多东西，到现在非常清醒，没有想睡觉的感觉。要参加这个台北大众的二日赛了，真的要想清楚，不是我在吓你，真的很累。你没有一些500到1000米的越野跑山的经验，我建议是不要来。公车啊，是要搭公车下去了。对，公车哎，公车哎，再讲一次，你有什么8000米啊，还是什么百越经验？哇，完全都不一样。这个就是在考验你。矮山的越野跑能力，速度跟肌耐力非常非常的重要，判断路线的经验这样子。雨越来越大了，我赶快下去了。可是呢，如果你有幸看到这支影片，好报名见，你再想一下。发现呢，到那个大湖公园还太远了，还走绝缘丛步道什么鬼的，所以我要在这边躲雨。现在雨太大了，再吃掉一颗饭团，连小眼也走，我真是忘记带伞了。明天不会下，失算。然后在这边睡了40分钟，就这样。趴着睡，然后下在一个楼梯下面。其实这边是有人的，就不用闪。那现在雨看起来小一点了。对，我已经穿上防水外套，不会到太冷啊。缩在这棵树下，对，不太舒服，脚不能伸展。今天其实已经有亮起来了，反正要准备出发了。公路又在下雨，圆觉寺步道，圆觉瀑布。这步道我以前走过，其实蛮漂亮的，因为有河流这样子。它因为下过雨，所以水变得很大，就很浊。出太阳了，现在也不知道我在哪里。已经到大湖公园，等一下找不到那个字在哪里。矛头收集完了，太累了，所以既然弄惯这个小的需要一点乳酪，所以决定再喝一个酸樱桃汁。酸樱桃其实比甜樱桃要来的更多的营养素，花青素跟类黄酮其实还有帮助入睡的一个功能。蛮建议这个是晚上喝，觉得说登山应该是要后半段补偿心态，加上准备要结束尾声，虽然我现在还离尾声还很远，但我不管，我要先喝。鲜艳的红色啊，它让它有点泡泡，我觉得有泡泡比较好喝。
爽。我觉得那些什么优差多的蔓越莓汁都可以去，不要乱讲话，等下得罪了。因为我其实很少用这种浓缩液或果汁，因为我觉得都很化学，它的味道真的是很酸很酸。其实我觉得是酸甜，那当然你可以加很少的水，它就会变得比较刺激。布甸真的是吸饱我的汗，听起来超冷。对，可以让里面不要湿掉，我觉得这个是蛮好的一个设计，不用转看就可以倒。然后这个头就是对最好吸的头。得到消息，那个中华科大是二代，所以我要骑二代。出来这趟最怕的就是一件事情，就是我的卡不能刷这个 U-Bike， 我根本没有在骑 U-Bike。扫码借车，干什么手？Go go。耶！爽啊！骑车就是爽。哎，我还没有想到骑 U-Bike 这么爽。对，而且旁边现在是大湖公园的湖，太阳都要让你早下，崩溃。全速前进。我现在脚刚好是可以放松踩，轻松踩 ，OK。干，要上桥，要上坡哎、欸。Yes， 中华科大，大同走第六段登山口，中华科大，要爬，谁会快要六点？现在已经快六点，5:55的时候上山，没有，只有我。第六段我有走过，半个小时我就要拿出头灯。其实我不怕摸黑，但我很怕等一下被咬爆。短裤啊，短裤 boy， 等一下被蚊子咬爆啊。U-bike 啊，其实转换一下肌群。现在蛮舒服的，现在而已啊，等一下可能就不舒服了。对，好像非常期待，等一下走完6跟7之后再去骑 U-bike。第二段其实很美，暗飕飕，跨步，又是走在水的旁边。NU33。对，这颗比较重，是它的蓄电非常猛，700流米。对，一个红光、白光，有分三段，好，已经看不到大家了。它在第二段，上次有讲过，头灯的第二段，好，都是可以开5小时，但它的第二段好像是写10几个小时吧，14吧。对，只是它重量比较重，是95克，因为电池比较大颗。这次我就只带一颗这个，十几个小时。我应该是不用十几个小时吧，要用到十几个小时我就搭 Uber 回家。对，好，照亮6、7段的路 ，Go Go！ 那快不行了，电解地、牛王山、RC， 再补2颗。头灯蛮亮的，第一段、第二段、第三段、第六段，灵光山，哇塞，夜景。超美的，好吧，只有坚持下去的人才看得到这个夜景。我跟你讲嘛，你平常去一个象山也是看得到，不用这么累，不用从早上7点就开始爬，对，晚上6点上来看就 OK 了。现在还有黄黄的，漂亮的，男朋友女朋友来看应该都是蛮浪漫的一件事情。记得一定要带头灯跟防蚊液、冰的可乐。这样子大家都会很开心。漂亮、欸、哎，95峰跟101壮志，对，撞不起来了。现在应该是我怕会死掉，所以我觉得还是吃一点东西。对，好。
就这样，没有为什么。我心里担心，不过心理会影响生理，所以就是不要让你担心害怕，就把这件事情给做好。就要先吃一颗保护胶囊，不然这样子怕等下感冒。爬超过天下6:50，所以爬超过12小时了，12小时10分。好，刚刚有点快抽筋，快抽筋，但是没抽筋，好吧，没抽筋就是好事。好，等下就这边应该是最高，等下就直接下去 ，Go Go。下来，接灵光站。我从这里上去，我不知道怎么念，你公庙。好，会经过这个地方，然后就是，坟墓。哦，不怕不怕，公墓而已，不怕不怕，不要乱照，不要乱照，滑下去就好了。我现在很臭啊，应该没有人敢接近我。啊，四街山庄。走一段公路了，去了，我起码还要我手头，这就准喽，超大，这超大，这也超大，界山庄。就是这边豪宅，往右边就会去富阳生态。那两只青蛙我就不捡了。第七段接到指南宫，世界山庄下来，和平东四段。对，这个以前叫军工路，因为我以前读政大，所以以前都是骑机车从这边这个隧道，然后走这个军工路穿到那个政大。对，为什么这段不是骑500克呢？这样有跑的。这山路哎，以前从来不知道那个斜坡上去就是豪宅，我刚才惊讶了，都爬到军工路来了，而且这段就要走的，崩溃，下午8点。怎么在跑？真大的万寿桥，脚蛮痛的，还有心痛。过到几点才可以回家？很大，这个楼梯是要吓我死吗？认真，100阶啊，100阶，我只要一次跨2阶，只要跨50步，应该可以比较省力吧？好聪明的数学啊！楼梯太多了，从来没有爬过指南宫，在那边读书5年，我刚才说奇怪，路口怎么在这啊？无止境的楼梯啊！这种地方我怎么知道？错过了，他们往前走了。这里，彩屏。现在接着公路了，接着公路，公路这边就一路都是公路，然后往猫空这样子。这是快爆掉了，快爆了！这只有左脚很痛，所以上坡下坡都会痛，所以就没办法走得很快这样。猫空站，他从指南宫站走到猫空站，为什么不坐缆车上来？一个方向走。这种长距离真的是很考验意志力、耐心，对，因为真的很容易放弃。搭随便一个咖啡店，我都想要进去坐一下，但是他们每个家都有楼梯，我就算了。现在要么在2楼，不然就是在下面走楼梯，我就崩溃了。IG 人说他已经吃了3顿了，然后我怎么还没回家？我也想回家。狗狗，凶哦！我脸是凹了，没有在吃东西，但我真的不饿。
我是没有运气，我等一下会在高处吸一包果胶，然后就下坡这样子。好，反正这边应该就要下去了啊，所以一直下到合体这样。正大的后山啊，张三寺，现在下来正大的合体了。图书馆在那里，这是正大图书馆。我现在要找 bike， 在哪啊？我骑什么 U bike 啊？已经11点了，好累啊！离这个 U bike 2.0有一小段路，不过在合体啊，应该就是比赛的这个 U bike 站，就剩一个。如果没有这一台，我就 GG 了。好，现在我把全部的东西都放在前面，我要听音乐放松了。太累了，一定要听音乐。他骑车是吃点东西就比较没关系，这次用的水比较多一点。应该是一直骑合体啊，然后绕那个新店大道到社子绕一圈，然后再过到键盘站30公里。我的预算啊，预计不是没有预算啊，我的预计就是时速20，所以要骑1.5小时，希望可以。那刚刚骑左脚是不会痛，骑车是蛮好的。然后大家就听个音乐，就直接赶快够够这样子。键盘站爬第5段的，怎么还有？这边呢，右转就回我家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不回家呢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这就是社子岛的最北边了。不知道为什么要绕来社子岛，我其实也不太懂。那反正顺着这个自行车车道一直骑就对了，也不太需要思考。啊，绕回去了。刚刚那边就是最北边。好，但时速大概是应该17、18吧，没有到20啊，脚也没力了啦，所以就顺顺骑这样子，顺利完成。然后等一下去对面大众走第5段的登山口，反正要回那个碧山露营场。我真的是不知道，我一爬上去之后到底我要怎么回家。啊，2:15，圆山风景区，大众走第5段。刚刚那个骑脚踏车，因为那个骑不快啊，你再怎么用力踩骑骑不快，就大概至少2个小时。建议就是当转换肌群休息啊，看风景，吹吹风，喝喝饮料，不用赶时间这样。第二天我觉得也是蛮超的，现在是非常超，因为我是一天要爆掉了，而且现在蚊子超多，我要赶快上去，最后再看怎么结束这个闹剧。好，台北大众走1到7段加和平段，7缺1，就缺这个第5段。准备出发 ，Go Go！ 找地方。文件山，啊，3:30，上去喽。那我现在一直觉得毛毛的，我觉得好像后面有人，还有起鸡皮疙瘩，赶快走完吧。答应了下来，那我们叫我们碧山露营场结束，终于完成。今天这是碧山露营场，看起来像是一个废墟，应该猜猜就知道。好，终于完成这次台北大众走，在24小时完成，9个小时40分。但我中间有停了1个小时在躲雨，比我预期的久，因为我本来想说大概14到15小时可以完成，可是没想到，我的脚实在是太不舒服，尤其是左脚的脚后太不舒服。原本想说应该是第一天最难的，刚刚这样走下来，第5段也没有很好走，然后第6段也很远，6阶7真的是很崩溃，你要跑公路。
然后第七段上去猫空绕了一圈也是蛮崩溃，除非你那个时候还可以继续跑，那我觉得速度就会比较快。如果没办法的话，就可以下山，你就要马上再骑30公里的自行车。应该说第二天的路程，我比第一天的路程花的还要更久，当然也累了，114公里，对，跟官方讲130有点落差，但我有少走了一些嘛，爬升大概是3700多，接近3800。就这个点啊，第一个 U bike 的时候东西一定要放前面，不要傻傻的背着，放前面轻松非常多。bike 那一段就是当休息的踩踏这样子，对，你怎么骑也不可能多快，一定要注意你的距离差，不要走错。头灯一定要带比较亮的头灯，因为有些路骑晚上起雾的话是比较难看得清楚，因为这种焦山是晚上很容易起雾的。然后我蛮建议是带一个小的330ml的塑胶瓶，你可以泡一些果胶啊、浓缩液啊、粉啊、喇喇这样子。身上一定要多带一个10块钱，因为你在骑自行车道的时候会有非常多的自动贩卖机，如果你渴就是偷冰可乐、绿茶。Everything， 真的就是要多带一些零钱在身上，然后行动电源不要少带，因为我觉得如果你要记录，然后又要开那个健行笔记找宝石的话，蛮耗电的，所以我建议是带两颗。我是现在已经1颗1万用完，另外一颗大概还有60-70%。所以包包一定要打防水，不只是汗水，然后是有可能会下雨的。我建议是你的防水袋外面一定要再用一个塑胶袋去装的，这样子比较好装。登山杖一定要带啊。如果你是那种越野超猛的，再加上在上坡，你累的时候还是可以帮你减轻蛮多的力气啊，所以是蛮建议是带，算是蛮多山径的。公路其实我觉得占比比较少，跟阿里山是相反的。一定要带一个小支的防疫随身放在身上，然后就身上没有那个味道，你就赶快补一下，因为真的非常多的蚊子。然后切记 U bike 一定要调整到你自己的舒适的坐垫，这个非常重要哦，不要就一牵了就骑，然后一定要知道怎么样是让你是最舒服的，没有觉得。对，大家可以去测试一下这样子。进食跟行动量，我倒觉得没有绝对啦。现在这种天气呢，连水都要带多一点，然后我看一下补给站的位置，这样。时间真的太长了，所以你一定要让自己保持清醒，不清醒晃神的话，其实是容易去破盖，这样子就有受伤的风险。今天的台北大埔赛，台北大众走，台北大暴走，台北天际线，台北不要再爬山了。看完今天的影片呢，如果你还想要报名台北大众走23，那我就劝不了你，你就报吧。它应该是甄选制啦，你要选上两人一组，还有车马费。我第一次听到有比赛有车马费，大家赶快去报名吧。好，因为不能只有我爬过。好，那喜欢我的影片，欢迎订阅、按赞、分享加开启小铃铛。我是 Hikers TP， 我们下次山上见，拜。我有叫到 Uber， 然后我希望等一下不会他会觉得我很丑。终于在刚刚拍完结束照之后呢，我感到饿了。总之。小班。